哒滴哒，时间很忙，我们一起老了，却没能一起忘。声音挺好听的。哒滴哒，你慢些忘，别忘了我的模样，忘了问我脸庞。你总在的地方，还是初见的河旁，走在大树下。声音是不是很好？好听，好听，又厚又亮。对。你还记得吗？那些情话，我怕过太久，你记不清了。反正多的是话讲，哪怕下秒就忘明天，我会继续啊，只要还能对你讲。不只是喜欢一直在你身旁。好帅啊，好帅。其实我也是很熟悉白举纲这首原唱，但是你呢表达这首歌的时候，声音里边呢它其实有更多的担当和坚定。你看每个人都被感动了，唱得特别好。我发现四川音乐学院啊好多人才都是20岁、21岁。对，真的，你们这个年纪的在四川音乐学院的真的很帅。大姐，我在川师。啊，但是你知道我喜欢你的这个感觉吗？有点语无伦次的一个劲儿。对对对，姐是太喜欢你了。你来我们站队的时候，我都听你的，好不好？我都听你的。我其实我不想教你什么东西，对，我只是说想帮你选点歌。对，再来，如果聊到省钱的话，你知道我有多省钱吗？我这个做专辑除了电费什么钱都没花过。对，所以你到我这儿，我们也可以好好的聊省钱。就是什么编曲啊，自己词啊，自己后期制作、录音全归自己，是吧？到后来发展到什么排版的照片啊，什么全是我自己干的。后来，所以我有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可以跟你聊。所以你的选择是。李荣浩老师。